西西，你听我说。六哥，你们现在在一起了，对吗？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绝对没有干任何对不起你的事儿。你喜欢他吗？你是因为喜欢他，所以才跟我分手的，对吗？咱们之间的问题。 关系，咱们放过彼此好吗？既然你已经看见了，我也不瞒你了。是，我承认我喜欢佳倩，我愿意跟她待在一块儿。她这段时间以来心理压力已经很大了，她就是害怕你接受不了，所以才不敢答应我的呀。 是我阻碍了你的感情吗？这话说出来可能会伤到你，但是今天我要跟你说清楚，佳倩没有错，我不想她因为我担负任何罪名，她才是我想要相守一生的人。其实你应该早点跟我说清楚的。 这样我就不会一直纠缠你，纠缠那么久了。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你怪我一个人就好。都过去了，刘哥，我成全你们，也祝福你们。黛西。 对不起啊，让你面对这样的场面。西西姐那边，你准备怎么办？无论如何，先把钱还给他。都怪我想的太简单了，这才又伤了他一次。还给他钱之后。 我也没什么资本创业了，而且以我现在的状态，我也照顾不了你。我不需要你照顾，这是我这些年来存的一些钱，凑一凑先还给西西姐吧。剩下的我们一起想办法，不能因为这样就让你放弃你的事业。 不是，佳倩，我想跟你在一起，不是让你跟我吃苦受罪的，我真的想在这个城市给你安一个家，想让你过上更好的生活。
我知道，但是家不是靠一个人撑下去的。我只有陪你度过了这段时间，我才有资格享受你带给我的幸福。谢谢。这就是你说一生必须来一次的网红酒吧。嗯。尝尝。其实，我到击剑馆上班的第一天，就看见你了。当你从门里走进来的时候，我就被你迷住了。下次上课，帮我换一个新的角度。好像只要你站在那儿，周围的一切就全都黯然失色，但你却并不自知，你的眼里有令人琢磨不透的远方。那个时候我就在想，我要让你看得见我，我要和你一起去看你眼中的远方。你想多了，我的眼睛只是近视而已。喂，你真是个气氛终结者，是不是多么浪漫的气氛都能被你一秒打回原形啊？不止你这么说过我。还有谁？温子吗？我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我之前不是暗示过你吗？是我太傻了，我一直以为他是不好意思跟我和好，我还想着我来找他，给他一个台阶下。西西，你怎么坐在这儿啊？怎么不上楼？乔乔，刘可有别人了。这件事情也不能怪佳倩。你怎么知道是陈佳倩？你早就知道了。
也对，如果温如雪知道了，就会告诉你的。所以他那个时候才会对我阴阳怪气的吧？他去找过刘珂，而且嘉谦他一直在往后躲。他越往后躲，就越显得我。 像一个张牙舞爪的疯婆子一样。算了，是我自作多情。我只是希望以后可以变得有用一点，不要像从前一样。让自己忙起来吧，谢谢。 以我的经验看，只要足够忙，你对多余的情绪也就顾不上了。等到过一段时间之后，你会发现，那些曾经放不下的事情，也几乎都想不起来了。 你着急用洗手间的话，可以用乔乔的，他的已经打扫好了。哦，还有，我在网上看到一个diss你的帖子，要不要处理一下？讨伐我？讨伐我什么呀？ 过分了！我找我的媒体朋友出来，把帖子给删了。哎呀，你别着急啊！你等会儿，你看这条多好玩说的，说一看我的长相就是个渣女，这是在变相夸我漂亮吗？你没事吧？心也太大了。哎呀，没关系呀、啊，这种帖子成不了什么气候的。 无非就是那些闲得无聊的人在网上发泄发泄。你现在要是找人把帖子删了，他们觉得咱们当真了，接招了，他越挫越勇，何必呢？懒得理他，让他们自己玩去吧。没事儿啊，吃早餐。什么鬼桥段？嗯，看的什么书呢？你干嘛啊？ 挺夸张的，哎，你看现在小孩看的书，我随便看看，给我。魏晓阳，听我跟你说啊，你现在是大人了，你要看，要看一点对你能够正确指导你恋爱价值观和有意义的书，听得懂吗？不过呢，我很开心，你总算是对女孩子的事情感兴趣了。轻点。几点开课啊？ 下午呢，那起这么早，不像你的风格啊。我不是得去报名买材料吗？那我陪你去吗？这个呢就不用了。不过你给我钱就行了，啊？我没钱。你怎么没钱？不要无视我。嗯？你干嘛？太惯着他了。嘿嘿。 金姐，就差你了。嗯嗯，就差你没动了，你好意思吗？活该我是你金姐，后悔也来不及了。可以等一下啊。好啊，你的金姐不是她一个。哎，我今天去成都出差，回来给你带好吃的啊。嗯，注意安全。嗯，惨没样。
我给你的，趁热喝吧。你干嘛？我能干什么呀？我就是想消耗一下我多余的情绪，然后顺便感谢一下昨天在我需要的时候你陪了我。谢谢你啊。你尝尝吧。 挺好喝的，试试。还有啊，如果你把昨天的事情说出去的话呢，小心我给你下毒哦。慢用。嚯，一大早就这么多东西啊！早啊，姐。早。啊。 薇那边的婚礼今晚就经常搭建，该确认的东西我都和客户们确认过了。婚纱和礼服外包公司现在就送过去。小妮子真是越来越能干了，辛苦了。哎，姐，我在刘科学长那里遇到西西姐了。这么刺激啊！难怪了。 所以你是决定跟刘克在一起了？嗯，正好我空出来那个屋子，可以当库房。每次准备客户的东西都堆的店面到处都是，也不太好看。好。西西姐，她还好吗？她不好，你能怎么样？把刘克还给她吗？ 你现在关心他会让人误会你是猫哭耗子假慈悲，他的事儿你管不了，人能管好自己就不错了。所以，一旦做了决定，就要有承担一切后果的觉悟性。我还是想提醒你一句，和刘科这样的人相处，多个心眼儿，不要一门心思只扑在他身上。工作吧。 喝点什么吗？我不喝，我开会呢一会儿。这张卡呢是西西之前给我的，里面的钱我已经花了一半了。后来我跟佳倩凑了凑全部的家当，还差5万块钱。哦，当然这5万块钱我也写了一个欠条，我会连本带利尽快的还上的。麻烦你帮我转给他。哎，不是。 你真打算就这么顺势跟陈雅倩在一起了？我对佳倩是认真的，我想等我的 app 走上正轨之后，就跟她结婚。那结婚，婚房不还是问题吗？她跟西西不一样，就算我们租房结婚，她也没问题的。这是你一厢情愿的想法，那你不能因为人陈雅倩的家庭条件不如戴一西家，你就觉得人陈雅倩一定可以受委屈吧？而且。 那时候戴依稀不是说了吗？也可以跟你租房结婚。看来啊，你在婚房的问题上较劲，就是你想要跟戴依稀分手的借口。哥们儿，当时我的难处你是看在眼里的。我觉得就算全世界的人都不了解我，你还不了解吗？你不能因为西西看起来像一个受害者，就觉得我不是人吧？我没觉得你不是人，你们俩的事儿跟我也没什么关系。 反正你跟西西现在是同一个部门的人，你多处处，
你再多处处，你就知道我的难处了。行行行行行，钱啊，我先替你垫上了。我之前就跟你说过，没事啊，少联系戴一西，省着他干不好事儿，我还得给他擦屁股。催我呢，我回去了，回见吧，有事给我打电话啊。把会议记录准备好，一会儿发给我，我要跟进一下后续工作。我刚才说的都记住了吗？大家都落实一下。散会。会议纪要5分钟后发给大家，记得查收啊。好。戴一西，你留一下。怎么了？把门关一下。为什么要关门啊？我跟你说刘科的事儿，你爱关不关吧。说吧，刘哥怎么了？这个给你，算是完璧归赵了，100万一分也不少，起码没有在你悲伤的情绪里加上一个人财两空的词。什么意思？是在跟我表示要跟陈家谦在一起决心吗？如果这么想你会觉得好受一点的话，我觉得也行。你看啊，人家把钱也还你了，也都跟你说清楚了，你就别再纠缠他了，放彼此一条生路，好不好？谁纠缠的？戴一西，不要把个人的情绪带到工作中来。我听小芳他们给你估了分儿，说你这次考得不错。那当然了，说吧，有什么任务分配给我？你别说，还真有。把这个去印刷公司印100份。然后呢？拿回来。然后呢？没有了。没有了？那不是还让我跑腿吗？工作的事不分大小，你不能因为马上就有证了，就对工作的事挑肥拣瘦，对不对？去吧。请问这里有人吗？哦，没有，谢谢。抱歉，差点就迟到了。你好，温小阳。你好，我叫豆子。同学们，大家好，欢迎你们来到这里学习。直接这样打印就可以吗？这个字体是不是太丑了？要不然加个底图吧，加个底图会不会好看一点？这个看您要求，我们都可以。
那麻烦你了，我来加个底图吧。好，那你改好叫我。麻烦你了。嗯，没事。哦，太丑了，段旭怎么忍的？这样好多了。为了更好的提高我们的教学水平，为了让同学们更直观的和一线创作者产生互动，今天我要给大家一个惊喜。什么惊喜？同学们，别里科夫这个名字大家都听说过吧？听过。那就好，经过院方多次的邀请，经过双方多次的协商，我们终于请来了别里科夫老师来担任这次培训班的客座讲师。没错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别里科夫之所以能够来到本院，你认识别里科夫？其目的是为了要从在座的各位同学当中，不仅认识，他还在我家住。优质的漫画人才，不仅住过，我们俩还睡过同一张床。好，下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别里科夫老师。你刚才说你们俩在同一张床上睡过，对吧？是我的知己啊，真是太懂我了，我想什么都知道。哎，喂，我在用手机呢。到哪儿了？什么到哪儿了？不是刚开始打印吗？怎么会刚开始打印呢？你那个排版字体太丑了，大哥，我帮你加个底图美化一下。谁让你多事了？我赶着下班前给客户送过去呢，这都快来不及了。哎，你这个人怎么这样？我怎么知道你着急用？你又没有说。那我怎么知道你这么多事儿啊？赶快催！行了行了，知道了知道了。着急。喜欢画画的人，无论是否立志要成为一个漫画家，都要从画人物开始。对于漫画创作，画人物最重要的，并不是画出形态，而是要通过动作让读者知道这个人物呢他的个性和身份。你们一定很好奇别里科夫是怎么画漫画的吧？今天我就满足你们，我给你们示范一下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创作出一幅四格漫画啊，如何在最短的时间画出人物的个性和身份。但是我需要有位同学上来配合我一下，嗯，哪位同学愿意？嗯，老师，老师，嗯，这位同学，你愿意吗？这是求婚的台词，快去快去！来，上来随便做几个动作就可以。随便。随便。有意思，可以吗？可以。Thank you.
去呢，马上就到了。你还回来干嘛？赶紧直接送到客户公司去。客户一会儿赶飞机去外地，如果你不能及时赶到，就给客户送到机场。如果客户坐飞机走了，你就坐飞机给人家送过去，看你以后再多事儿。段旭，哎，段旭，什么人啊？跟吃了火药一样。怎么下雨了？怎么不喜欢我的漫画？怎么会？别里科夫可是我们的本命大神。所以你真的是别里科夫？哦，看来是不喜欢我是别里科夫。不，我就是，嗯，总之就是能够见到你真人，我还是非常高兴。我叫的车快到了，下这么大的雨，你也不好叫车，我送你。没事，我等雨小一点再走，你先走吧。小鞋子就保护起来了。走吧，这么冷的天别着凉了。可是真的有够笨的啊！开着车出门还能被淋成这样，你是体会不了我们人间疾苦。人倒霉的时候，喝凉水都会塞牙的。哎呀，那我这汤你能喝吗？别来塞了你的牙缝。为什么不喝？我用牙签。哎呀，淋着没有啊？挺鸡贼，知道给自己套个鞋套。哎，在门口把鞋套给我摘了，踩一地水。什么情况啊？第一天上课有点跟不上？
受打击了。姐，行了，休想跟我说退学的事儿啊。你当初到底是因为什么才感到契约的？怎么又提这件事儿呢？我之前不是非常诚恳的啊，跟你道过歉了，对不对？姐姐当时呢，是做的有点极端，我知道。你非常喜欢他，非常喜欢别里科夫。他不是别里科夫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今天学校来请别里科夫给我们上课，但是来的人不是他。学校肯定不会弄错的呀。哦，搞了半天这个契约是个纯骗子啊！那幸亏他是个小偷，他万一要是……行了，你不是冻着了吗？给你喝汤。啊，对对对对，小偷，小偷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你们说呀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你姐呢早就发现这个契约喜欢说谎偷东西，所以呢我们才想办法把他送走，但是怕你伤心，所以你姐就没告诉你。看来他只是个疯狂的粉丝啊！他模仿了女主的纹身，居然又模仿女主盗窃，我怎么这么蠢？姐，嗯，对不起啊，我错怪你了。哎呀，我真的误会你了，我啊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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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在那儿装小可怜了，我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原谅你了，喝汤吧，谢酒浪漫。哦，但是我今天啊也算是认识真的别里科夫了，你们猜是谁？这哪能猜着啊？猜什么猜呗？哎，独家木，姐。你太聪明了，我跟你们说啊，这次呢，我一定要好好把握着跟他相处的机会。什么什么？什么相处？嗯，好喝。姐妹情变成师生恋，不是什么好事儿啊。傅小阳，那杜佳木40多了，一般人都结婚了。哎，就算他不一般，他比你大20多岁，你怎么把握他？你对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理解怎么这么狭隘呢？我追求的是灵魂上的共鸣，跟他多大岁数、有没有家世有什么关系啊？灵魂共鸣更不行，灵魂共鸣更危险。你怎么这么狭隘呢？跟你说不通。哎，那个，等一会儿，你给我站住！哎，你给我好好说一下，你准备怎么灵魂共鸣？你站住！先喝汤呗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真是好不了一分钟。段旭，我发烧了，请天假。新郎入场音乐起，等我老师配合一下。过下一个流程，表白、音乐、灯光。灯光可以再亮一点。烛光也亮就行了。学姐，嗯，客户那边想临时加一桌全素菜。全素菜？现在才说？是啊，我也跟他们说了，来不及准备，
但新娘的妈妈从外地交了一桌朋友，他们全都是居士，只能吃素菜，而且是全素，也是刚刚确定才来的。那你赶紧跟酒店这边沟通一下吧，这种事情怠慢不得的。我已经说过了，他们说除非主妇自己愿意，否则他们也没有办法。佳倩，佳倩，花到了。啊，好的，您稍等一下，我等一下就来。学姐，鲜花那边到了，我要去接一下，主妇那边就交给你了啊。主厨，尊敬的白主厨，麻烦您帮个忙呗。反正这素菜呢，好做也好熟，不会耽误您太多时间的。谁说的呀？这素菜要想做得好，要想做出花样来更难。您要是觉得简单，我把这厨房让给您。